那今天在魏全龙这边，在赛前是邀请到了台湾大学棒球队哦，来参与到开球的活动，赛前的一些活动。那之前他们曾经邀请到台湾大学的女子棒球队、哦、来到天母棒球场，那这一次是邀请到1949年成立的台湾大学棒球队哦，来到天母棒球场的现场。所以女棒男棒哦都集结来到了天母棒球场来进行这个赛前的活动，掌声欢迎。是的，那么翁宇辰在2013年的 IBF 在比赛结束之后呢，在国小毕业也决定弃武从文哦，虽然说没有继续在棒球的这个专项，没有跟着当年的队友继续在往这个棒球的专项来迈进，但是依旧呢是有在棒球场上来奔驰。所以时隔多年哦，我们宇辰呢再一次回到了当时胜利的战场，就是如今的天母棒球场，属于我们台湾英雄的这个胜利的地方哦。我们要再一次的来为台湾大学，来为我们翁宇辰投手加油。所以各位现场的球员朋友们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帮我们宇辰哈，来回味一下当时在中华队战场上的感觉。好，一起来帮我们今天的先发投手翁宇辰来加油。翁宇辰加油，一二三，来，翁宇辰，翁宇辰，台湾英雄翁宇辰。好的，那现在就将时间交给台湾大学棒球队，来队来进行我们今天赛前的喊声时间，交给你们。那各位现场学朋友们也可以看向我们投手丘的方向。掌声寄给我们台湾大学棒球队。好的，那么现在就有请同学们可以来到我们投手球的后方哦，一起来来欣赏我们宇辰的开球仪式。那同时呢也邀请我们今天的开球捕手，也是我们宇辰的国小同学，以前的战友，欢迎我们红色大炮刘基宏，掌声欢迎。以及我们今日的主审哦，就是我们伤愈归队的威力，掌声欢迎威力。好了，宇辰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那各位现场的全朋友们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一起来倒数，三、二，请投出。好球 ！OK， 好的，那现在就有请基宏、有请威力，以及我们台湾大学棒球队的同学们来到我们投手球前，来进行一张大合影哦。